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下午茶同观舞同奏。
哪来的高手啊？好黑啊！不错哦。啊，周董都来到现场了，真是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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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这边的人啊，都是从彰化青年管乐团出来的高手。然后呢，大家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但是因为休闲兴趣，所以呢，平常就是大家休闲的时候嘛，就大家聚在一起，挥洒热血的青春。哎呦，不错哦。跳江你好啦，我们接下来哈进行下一首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不先介绍我们团员吗？对哈、哦，我算不会。好，现在就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员，我们的团长第一小号张登祥小蚂蚁。再来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第二小号手 O'Neill 黄维昭。有小号当然就有大号啦、啊。你马公到。哎，又有低音号啦！哦，低音号，太神太神，恭喜我给你拿低音号，我们的最有分量的张永富阿富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，加，我们的陈冠荣大娘，常来手，谢谢。还有，我们就是接下来呢，介绍的是下一首，对啊，还有忘记介绍你们压轴的呢，介绍我们的法国号手蔡培宇，小聪明蔡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要讲个左心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那我们下一首曲是什么？在介绍之前呢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大家知不知道莫扎特他的称号是什么？啊，神童，这简单啊，我小聪明呢。小聪明啊，不然莫扎特的称号就是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开放口音啊，有没有知道啊？好，请说。莫扎特的称号又叫做，请说。音乐神童哦，你好棒啊，你好聪明啊，音乐神童啊，哎呦，不错啊，不是你答对，是咧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歌就是莫扎特的小夜曲。那先跟大家介绍啊，小夜曲呢是在18世纪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曲子。在那时候就是皇宫贵族啊，他们下午喝下午茶的时候就会需要一些音乐来助兴嘛，所以当时候的音乐家就会写一些这种轻松愉快的小曲子，然后当时候的贵族就可以听这些音乐放松心情啊。哎呦，啊，唔着，刚刚下午茶有看。听下午茶就会当未来会嘿，就啊，那么知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轻松愉快的莫扎特小夜曲 ，Go。
那我们还有没有准备一些比较现代的东西啊？现代哦，那帮我们接下来为各位带来一首比较现代的小号摇篮曲。小号摇篮曲。小号摇篮曲呢？先为各位介绍什么是小号好了。小号呢，又是所谓我们常听到的小喇叭，英文呢叫做 trumpet。trumpet。忘不掉 trumpet， 它长怎样呢？来，请挥一挥。听一下下如果来，小号呢，它是一个很多变的乐器哦。怎么说呢？它可以吹得很精神抖擞。
睡着了吗？起来，现在才三点，你是要把我惊死哦啦！你看我羽毛都差点掉光了。拍摄哦，拍摄，我给倒酒哦。对对对对。即使是最悲伤的离别，我都要把我美丽的你留在身上。啊，老师，情况也有大鸟。天哪，这好像是在哪里听过哎。哦，你记性很差呢，该吃银杏了、啊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是我们前一阵子去看的那部电影，很感人的那一部啊。很感人的那一部哦。很感人，是那个。送行者离色乐章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一部电影。想当初我是第一次看那部电影的时候，觉得哇，原来离色是这么神圣的一个行业，我差点就要去报名参加了耶！而且那个主题曲你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个主角他拉大提琴，然后在草原上面这样，觉得哇，超级好。主角拉大提琴，演奏大提琴。哦，对啊。然后今天听说下午茶也有报名。哎呦，哎，怎么这么好？而且啊，还是我们的团员自己编曲的哦。哇塞，团员自己编的，也太有才华了吧！对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他们这首曲子《送行者离色乐章》。哦。
你看，我们刚刚介绍了小号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长号吧。对，跟你介绍一下这把长号，它很厉害哦。阿米啊，有什么好特别的？它有很多功能。第一个，它可以用来量身高。哦，168公分，哎呦，好准哦！对吧？对吧？还可以用来打击怪人，打击怪人，对，口水可以养你。而且啊，然后这个乐器呢是超级古老的乐器，它在中古时代就被称为是神的乐器，所以可以说是千古流传，东方不败呀、啊。可是不就这样子，有什么好？哪里神啦、啊？你不相信是不是？好，那我露一手让你瞧瞧。露一手，走。哦，好。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啦！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。